二年五十岁嘅无线事后蔡少芬同四十九岁嘅老公张晋，婚后育有两女一子，一家五口生活得非常幸福。最近有网民偶遇佢哋夫妻凑仔女去公园放电，相中可见蔡少芬同张晋一身便服打扮，陪小朋友喺一个屋邨楼下类似儿童游乐场嘅公园玩。虽然蔡少芬系素颜私隐，但依然非常靓女，加上高挑身材令人一眼就认到。佢仲手拎住一袋面包，显得分外贴地。有网民就惊讶佢哋身为明星，原来私人嘅日常生活就同普通街坊无异。